别再玩假的变声器了。谁说我的是假的？你看，正版是这样的。看你落地的姿势就知道是假的。不对，你玩的变声器尺寸不对，看，这才是正常的大小。我这个也是正版的。钢猫，果然是假的。钢猫，你的变声器带反了，动作也不对。你管得真宽，能变声就行。假货还动小张？看好了，我只做一次。